恭喜中国选手朱大庆啊！朱大庆，其实这是中国冬残奥的历史上的第一枚雪上项目的奖牌啊。我的眼睛的那个晶体是人工的，它是假的，它的那个它的弊端就是不能调节。我这个眼睛，我在动态当中它肯定就是模糊的，不像现在苹果手机就高清。我这个就是老式的诺基亚版。就有一次我俩一个房间的时候，我就关着灯嘛，我在那儿剪脚趾，剪脚趾去，然后他就说他剪啊，你怎么不开灯啊？我说我也看不见，我开什么灯啊？可能有的眼睛不好的，哎，我离这么近，我可以看见，但我的眼睛是调节不了的，天生就比较臭美。但是你要说是，就你这么看不出来，就是但是眼睛就其实是很严重的。但是小时候就是愿意就练，就是愿意不自卑，一般自卑的人愿意就这样，不跟你去眼神交流，对对，就是这意思。姐就是你哦，真心放光芒。